你拿腿扛更能拿不住，一个脚在前面，一个脚在后面。哇，好厉害厉害厉害！再来一个，实在是棒，无话可说。竖叉吗？对，可以。教练很有气势，你看起来很生气，然后教练感觉他真的在哭天抢地。到时候屏幕截起来，买家秀，买家秀。OK， 灵活，灵活，灵活。走，甩头。然后，对，并步。哇，可以，手放前面，然后轮。其实我第一次尝试武术，那就是希望可以在这次比赛中能拿到好的成绩。这太能了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跟我竞争了吧。裁判你觉得怎么样，我有没有晋级？你可是掰王。你怎么知道？连教练都知道我是掰王。感觉我很狼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自己可能在天上转呢，然后又起来又踢腿，感觉自己但真的是狼狈。对，我们硬糖少女武术有望啊，武术之光，毕竟我之前就是黄教练带过。我们这项目有希望啊，硬糖少女。